命换朱葛子琪同老公史嘉伦育有一子，早前咧就宣布再添 GB， 喺上个月加拿大，但系又指 Anderson 已经翻香港坐月嘅佢，近日咧就被目睹同老公四出睇楼，地产界亦都盛传佢心仪一个位于西半山开价2亿嘅顶楼4000尺双连单位。不过积极睇楼之余，麦飞亦都不忘专心凑仔，日前就见到佢同老公冒住雨抱住未足雨嘅 Anderson 喺中环诊所检查。对仔仔照顾有加嘅 Marie 仲不时为仔仔整理衣衫同埋帽，见到个样相当趣致嘅 Anderson 全程乖乖瞓觉，未有扭计。而抱住仔仔唔放手嘅史嘉伦之后咧就同老婆企喺商场外面等车，当发现记者在场嘅时候 ，Marie 亦都表现友善，挥挥手打招呼，一家三口之后就匆匆上车离开咯。事后我哋家有向 Marie 问佢买楼一事啦，不过佢就唔想多讲啦，净系话系有睇楼，但买咗边度就唔好讲咯。哇，不过大喇喇2亿豪宅，这个安乐窝一定唔少嘢咧。